游戏好不好？我死了！不要，不好玩！不要，不好玩！不要，不好玩！来来来！聪聪小朋友在家吗？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对呀，所以我们聪聪自己开门好不好？三二一，开门！一呀，你好，你是聪聪对吗？ 你是谁？我是今天晚上代班爸爸，这是给你的礼物，这是给你的。来，喝点牛奶。来，喝一口，别噎着啊。 现在吗？嗯。孩子睡了，你也累了，我这工作了一天，还要在这收拾残局。你不觉得这种疲惫也是幸福的一部分吗？我不觉得。你想啊，小燕妈妈，秦兵爸爸，再加上一个可爱的宝贝。 咱们俩在外面拼搏，不就是为了拥有这一切吗？我努力拼搏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好的人生。可能我们对幸福的定义不一样吧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除非你不喜欢孩子。哎，我也不是不喜欢孩子，我只是。 不认为自己有能力肩负另外一个生命。将来我们俩有没有孩子不重要，关键是，我和你能够在一起。其实很多人都以为，什么事情在爱情面前，都不是问题。我姓齐，齐兵。我是萧燕，请坐。如果这个世界上， 有100个男人，90、99个都觉得我是个怪物，那也无所谓。那我就是那个百里挑一的了。可真一旦结了婚，就要为对方退让、妥协，很快我们就会在柴米油盐的琐事中耗尽我们对生活的想象。 只有想象是幸福的，现实并非如此。我认为工作和生活应该有明确的界限。我不喜欢越界。我想跟你在一起，而且我想象过无数次我们在一起的画面是有多幸福。我想更爱你。那不是爱，你是想改变我，把我变成你喜欢的小鸟依人的女人的样子。 但是如果咱们俩要生活在一起的话，我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都做你完美的情人，你也做不到。
我知道你不想结婚，在没有遇到你之前我也不想，可我现在想安静下来。可如果真的到那个时候，我们还会说我们是相爱的吗？小燕，我希望你能够抛开所有的顾虑，记住，你的选择就是我的选择。